杨丞琳版熟宣言庆功演唱会现在开始。有时会想要任性，有时又需要任性。有时我甩开稚气，有时却抓住年轻。我有的时候不够理性，但有时又太过冷静。也许有时会害怕哭泣，有时我勇敢独立。我游走在女孩和女人的界限中，进行半熟的蜕变，而你们都是我的见证人。见证冷的空气，冷的墙壁，冷到昏迷，冷得我真的
喜欢今天一开始的服装吗？谢谢，我自己也很喜欢哦。这是我大概跟造型师下跪很久才得到的，因为小孙哥他非常的忙，然后特地为我打造了今天这整场的演唱会。好，来点更嗨的，好吧？要跳舞咯。看到电话就知道是女孩们要连线，对不对？女生。我最大。谁可以半夜陪我骂那个不爱我的负心男？谁可以陪我一起瘦身只吃白煮蛋？谁可以这样那样所有心事讲光光？谁可以这等那等一起月光心慌慌？他们有兄弟党，我们有姐妹帮，女生们要会自立自强，他们爱荒唐，我们爱漂亮，有些话只有说吧，叫万人分享。It's for girls。
会让你有美学敷脸。幸而苦傻的可以相信万里可以，你可以这样那样尽情的梦想，我会在节在里为了你鼓鼓掌。他们有兄弟党，我们有姐妹帮，女生们要更自立自强。他们爱荒唐，我们爱漂亮，有些话只有说吧，叫门人分享。怎能不爱你 baby？ It's for girls only， 女生我最大别怀疑，我怎能不爱你 baby？女生要一起携手前进，女生要幸福彼此约定。他们有兄弟党，我们有姐妹帮，女生们要更自立自强。他们爱荒唐，我们爱漂亮，有些话只有手把脚们能分享。怎能不爱你Baby, it's for girls only. 女生我最大别怀疑。Oh baby, 怎能不听你 baby? It's for girls only. 我们才不重色轻友情。女生不温煦，女生不哭。Oh yeah, 女生不轻。放弃飞行，女生要一起携手前进，女生要幸福彼此约定。You may love, you may love, baby， 怎能不爱你 baby？再不重色轻友情。谢谢。继续继续，我还想再听。
寂寞倒数，相信演出的幕幕人生，哪有童话编织的幸福寂寞倒数，相信演出的幕幕楼。我的爱掉点滴 I'm so sadly， 童话情节的机遇不在这里，白马王子在哪里？我想他只在故事里。有看到 MV 吗？喜不喜欢？是不是有可爱跟个性？嗯，下一首歌啊，基本上会有点压力，因为编得很难，然后会挑战我的肺活量这样子。这首歌到了关键时刻，希望大家可以把不满全都喊出来，爱我请 shut up。
现在呢，我要先谢谢这个嘉宾，他为了我啊，他本身已经很瘦了，结果现在更瘦，我真的觉得很抱歉。但是他为了我制作一段很棒的音乐，首先欢迎黄义达，我们要带来一段组曲，会唱要一起唱哦，谢谢。前奏我就要听到大家说出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？遇上爱。手借给我。遇上爱那一天，有个他难思念，像山水把涟漪放我心里面。遇上爱。去爱幸福的节拍，一个人跑不快，两个人精彩，勇敢去爱，幸福很简单，我躲在你胸怀。勇敢去爱，幸福的节拍，一个人跑不快，两个人精彩，勇敢去爱，幸福很简单，我躲在你胸怀。有时候幸福反应迟钝，慢半拍，不我是不理睬，抬头看温暖阳光永远存在，把眼泪晒干。哦、oh, oh, 努力勇敢去爱，幸福的节拍，一个人跑不快，两个人精彩，勇敢去爱，幸福很简单，喜欢依赖，我躲在你胸怀，勇敢去爱，幸福的节拍，原本喜欢作怪，我可以耍赖，勇敢去爱，幸福会存在，我躲在你胸怀，勇敢去爱，幸福很简单，幸福的节拍，我永远跑不快，勇敢去爱，幸福很简单，坚持最后一定能够拥有真爱。谢谢。
所有参加我的庆功演唱会的朋友，大家好。今天我有一件重大的事情要宣布，就是，哇，五星啦！耶，优米不要凑热闹。你好啊。不是啦，这不是我生的，这个是我姐姐的 baby，叫小牛仔。然后她现在很紧张，因为优米一直想要亲政小牛仔。然后她在今年的11月26号出生，希望大家可以祝福她是一个健康可爱的宝宝。好不好啊？你上镜头了耶，小牛仔。哦，饿是不是？好，我要把它还给我姐，不然会生气。哎呀！不要生气，现在在拍东西，不要生气。不好意思，尤米他很生气。好，跟他打招呼。耶，对，好乖。好，出去出去，拜拜，你们都可以出去了，谢谢哦。好，然后我母亲跟我姐姐还有尤米以及小牛仔都出去之后，就有一些真心话可以跟你说了。其实这个回家里拍摄这一段 VCR 呢，是我的想法，因为我觉得，可能每一次都是就是在工作的时候会把一些心里想讲的话告诉你们，然后这一次就觉得我不希望有任何人在现场听我对你们讲话，这是属于我跟所有在场的各位。或者是没有办法到场支持我，但是其实呢也非常爱我的人，就是想把一些话告诉你们，就是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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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非常谢谢你们一直支持我到现在。其实我觉得很奇妙，感觉是没有人拍就会很想哭，莫名其妙的。这场演唱会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。当然是有压力，但另外一方面也是很开心，因为可以站在舞台上表演。那其实今年有很多很复杂的心情，例如说，可能今年都在拍戏啊，然后本来并不晓得说自己的专辑到底会什么时候发行，那也会有一些焦虑不安的地方。另外就是这一次伴手宣言可能做了很大的改变，我实在是不晓得市场的反应会怎么样。真的非常谢谢你们接受，然后也谢谢你们一直支持我的表演。那也许有一些人他真的很想要用行动支持，但是总是只能默默地关注着我。其实对于这些默默关心我的人，我也非常的感谢。然后今天这场演唱会，我觉得是要给所有喜欢我的人一个交代，就是等于成果验收吧。不晓得表演到现在你们觉得好不好看，又或者我可能表现得并不好，不晓得，因为这都是几天后的事情。那我非常倒霉的今天就感冒了，其实我有点担心礼拜天的演出。那我希望今天你们看到这段 VCR 的时候，就是成果是好的。不晓得我现在是不是换衣服换得很快，好奇怪的感觉。然后其实感谢的话差不多是这些啦，因为再说多了其实也是没有意义的，就真的就是谢谢这两个字。你们真的很辛苦，可能每个人的辛苦不同，也许有些人用行动，或者是有人很努力打工赚钱就为了要买我的专辑，或者是有人放学或者是补习等等，又甚至是牺牲礼拜天的假日只为了回家看我的偶像剧。反正我觉得所有的一切都是你们给我的。然后出道到现在整整8年的时间，因为我从2000年开始出道，那我觉得有很多很多很多复杂的心情。然后最重要的是，我真的觉得因为有你们才会有我，这个听起来是很恶心，没错，但是这是真的是实在话。就如果没有你们这样一直支持，其实我有好几次都觉得，我可以放弃了，可以不要继续了。其实我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坚强，就对了。但是，我会一直成长，就像伴手宣言
里面我自己所写的一样，就是你们都是我的见证人，所以我会让你们见证我的努力，我的蜕变，然后我会从装坚强变成真的坚强，然后不会逞强，不会勉强，因为我觉得你们都很懂我，你们都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。那我就是希望大家也可以跟我一起继续的进步，然后一直关注我未来的表现，真的非常爱你们，也希望你们今天都可以玩得很开心，然后也希望我已经准备好了 OK， 谢谢你们哦，哇哇哇。好，下一首歌也是好听的，在你怀里的微笑。看到你们的手哦，很漂亮的手。和你对
希望换成你爱我爱得快要疯掉，知道吗，你对我多重要，只是现在的我们并不适合拥抱。爱随着风飘动，飘过了你嘴角，飘到天涯海角，把我困在这城堡，哪里也逃不了。我不要别人温柔的怀抱，听不见你的心跳，连我熟悉的味道再也闻不到。我只要你等我一次就好，从前请你的安好，多想再次亲耳听到。这边的也要加油哦，不要输给其他地方的。OK。我和你对聊，希望换成你爱我爱得快要疯掉，知道吗，你对我多重要，只是现在的我们并不适合拥抱。我爱随着风飘荡，飘过了就飘到天涯海角，把我困在这城堡，哪里也逃不了。我不要别人温柔的怀抱，听不见你的心跳，连我熟悉的味道再也闻不到。我只要你跟我一次就够，是的依靠，那是短暂，是痛药，很快会失效。你只要再等我一次就够，让我可以很久记住我拥有过的好、哦、记住在你怀里好像有很多除了杨丞琳的歌迷以外还有学弟妹，是不是这边也是吗？谢谢你们哦，有梦最美，希望你们可以朝着梦想前进。 好下一首歌比较另类的歌，但是我觉得跟我还蛮像的。因为有人说我就是比较奇怪，也许不是来自地球，是来自火星，谢谢。
爱可以笑委屈后，不能不想自己迷。要我当水星，用最依赖的柔情围绕着你运行。我是一个火星，什么都自己分明，有自己你们知道吗？要剩最后一首歌咯，最后一首歌我们就把所有的精力一起用完，太烦了，都要看到你们的手哦。要比别人强，没有那么漂亮就更用心化妆，把身材没有办法想努力微笑放光芒。我烦恼太被动并不高，烦恼太冲动也不高，烦恼自信在动摇，烦恼烦恼钻进了牛角。我烦恼太聪明并不高，烦恼太愚蠢更不高，烦恼谁都不明了，烦恼烦恼太烦恼的苦恼。
解释为什么我会快哭了，因为你们不要走啊，不要走。有四位电视老师是今天为我演唱会伴舞的嘛，然后其他都是以前从任意门我开始就是很没有自信跳舞的时候，他们就这样陪着我。我们谢谢所有的老师们好不好，谢谢老师，一二三。好棒哦，今天要谢谢很多人，谢谢所有参加这场演唱会的人，谢谢所有帮助这场演唱会的人，谢谢所有我爱的人到现场支持我，我爱你们，然后好，半熟宣言在台湾快要画下一个句点了，希望大家期待我未来的表现，你们要一直当我的见证人好不好？